Hello， 等下后边整整，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室友过生日。喂，你可以把那个，对，我们刚刚本身蛋糕是一个惊喜，但是后来不知道就被爆出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饭，然后现在，让那个蛋糕给我们送过来。拿到这个蛋糕了。我们现在要出门去吃饭，因为本身说晚上去吃的，但是大家为了迁就我，我可能就是明天，今天下午，然后要坐车去北京了，然后就为了迁就我，我们就中午决定去吃饭了，说已经在拆蛋糕了。咱们的火锅来，还没火锅就是假的，把火给抵上了。好吧，来，我们现在买个坨，查大叔，你读一点，我吐一点打，给你轻柔带上，好。你给我坐会儿，可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我们吃完饭现在回去上课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拜拜。寿星来给大家拜拜，再见 everybody， 拜拜。